现在颁的奖项就是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。网游335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，音乐你的梦想，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得奖的是，没有错，李宇春。恭喜李宇春，恭喜春春，再一次帅气闪亮登场。非常感谢 Music Radio， 今天拿到这个奖，非常的快乐。就快乐就好像有一种快乐，在天就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，感动让你听见，我要我的。台词笑了。